我明白为啥忙是高叫夫了没有啊，每年上阵得不到自愈了吧。事情上山来来写来当你土葬后不能离太多万事二楼应而死莫非不要上身我们参加告示很不明来看圣兄请坐哎呀老夫老夫圣兄吃不进房忙已经死了啊被你打死了哇可真是死掉啊杜牧运功相聚为奴举步运功大娘谢运公谢问神兄家去哪里到圣堂里运公听了
难思无法。哎，说你母子两人孤独出去寻找千里不息，生下与你你之间来，不知你意下是何？哎呀，少年公，你知无一命，还要与我这把胜利，我正是求之不得，求之不得也啊！血脉生香，归得不少，正是我儿子遂了。大事你为他的，遇到是张之为兄，以这为敌，出对象王狂中一把。自己一流何不得你到我家前去问得，岂不是要当场离你自家兄弟，何不是两家瓦的生活把我的命还是你去的啊？那是从明明自此愿你请兄长请Yeah.
与小姐等等，我也以为政府会接一等老公，好像小姐不是一脸啊。哎呀，王爷快来，王爷快来，王爷快来！我也是初见吧，王爷大人不好脸啊！不是当天，我与小姐当天八爷以为一等老公，政府接小姐他不接一脸啊。什么？小姐不接一脸啊？是呀，看起来定是妖魔作乱，江湖出击大文了的，你我待后再告听为他死。你平日以为下下告示，张三英勇，心情不绝。告诉妹妹私下当天不得去外婆，这是今余魂不聚，朕叫人痛死你。与洪忠正出言，这个嘛，不知哪家良家妇女也要找来了。其实也要不出言，与良家妇女也要找来。兄长，我们何必身在此地不返回家去？哎，别个别个，哈哈，再叫说回去，回去，回去，我说用你去。叫心爱送我去，
还是乖乖的答应我，两下成分，若是不答应，咱家誓不能娶。
别与往日不同，东来一句你，西来一句你，到底来都做啥的？我到先去看看看到嘞。哎，打开打开，大家看大家看。原来还是一张包。琼子娘娘为妖花十进去的呀，琼子娘娘被妖花十进洞中去。哎呀，对个，我那个阿弟本事交关高，我被包人查得来，叫我阿弟去那琼子娘娘去的。娘个回到屋里向，与我阿弟商量商量。是阿弟，我们去看，我们去看看看。啊！是什么孤山孤痛，杳无成影？是今高中之辈，失尽同趣。学长啊，你把包围月下，是什么？哎呀呀呀呀！侬这个死孽子！我本事大好，我把包文接下来，琼子娘娘下毛分得毛是天仙，侬假使我把你救出来，侬到琼王府里向再为东方五马。哎哎，你呀你呀，像我乃是穷国怕一小王，现与琼子娘娘两小二分，是时候不去，那个我能不去啊？还能是谁？我包妹妹接得来，我那阿姨们不肯去，可是我要杀弟弟。哎，阿弟呀、啊，当初的辰光，侬当当老夫的勇气到啥地方去哉？琼子娘娘，她为孤山苦痛妖魔所害，你不是想救，叫哪个去救呀？哎嘿。想高山不同，本是怀藏深海，这是一路下去，还是一去无回？有咖喱的，哎呀，我不晓得有咖喱，假使我晓得咖喱，我保命也不急的。阿弟呀，如今保命急得来，侬假使我不去，可桩事体咋办办啦？这一路何干？哎呀，小弟呀！
阿弟啊，老真的去不去？谁也不去。老真的不去，真的不去，我只好跪了地去。兄长不怕亲戚弄不哭，爹死不绝，弄不死我要杀你哥。好吧，其实是死，你下去呗。我答应我舅子啊，去嘞，我是答应了你。好哥，侬答应我们，我会抱起来哥。兄长，这一番上山海去，到高山不同。我们还是先去思考一下。刚好我能写点我语的啊。去。校长，哎，你来看。向孤空这次不妨陪我书上一诗。阿将七日孤真是完成盛开，兄长，哎，四大黑地要下个洞去，我来问你，问我啥？这上是什么？上是真真情情，下是什么？下是我的礼物。重情，给你两句。重话，向后同一个下，一是要方向问差，上后三对同来。那侬放心，侬放心，我是侬阿哥啦，我会帮侬个忙的啊。其实是只因个方向问错。
爹爹不接亲，爹爹难见你。他咕隆咚，我不中，他把我囚禁在古洞之中。可怜我咋子难避，你可要紧神隐你在，莫非他不在？对我从此之外，我出古洞，他神thank you.
Thank you.
小子虽不进房，是你不是讲话之地，你是财务之啊。小子因何不走？你小子这是为何？哦，你要么如今苦痛自知，不准设下誓言一则，设下了誓言一则，我就是要灵通那一运之则。好，小子，其实你设下虚一章，我这里也有虚一章，不知苦比还在，心中自存伤。一公正是我的岁月，你夸夸财路之王啊，恭喜英公。
与太气。Time!
像是那一空
女人出嫁进门杀丧。害女子你是何人？啊，我是翠山家。翠山家，你身在洞府，莫非也是赵南？被红烛射进古洞，不肯出狱，他将我捆绑在洞中。好，其实捆绑洞中，其实我将你送放，后来救我性命。你救我一命，我竟然把你刺倒。其实是自杀你来了。嫂子，大老爷，不是，外面长沙十月要紧，长沙十月，明堂去了，是，王爷命令是想去，是。谁知国王也心碎，你唱曲儿放在四座心心碎，你是长寿十月，真是到得王府虎了。王一起碎，相儿为了举穷，自一命下拜孤山古洞。此今穷子被我追为王府。哦，这讲起来，我女儿是你夫君，真是。哦，那么你就是给我的恩公了？哪里哪里？你到的孤山苦洞相见我家女儿，还不是我女儿以后的相争于你。你的种子证物什么东西？我绝对没一句，哪晓得什么东西啊？女人家嘛，哦，不是警察嘛，总是警察。老女起身，我在洞中相救琼子娘娘，琼子娘娘见我是爱，她与警察一个。哦，我女儿与警察相争于你，那位恩公，你那警察上洞外一捆。王爷先生以所为之，我与左尊一当两当，这警察不知何时死了，我也不知道。哎，刘大师听所为，既然你警察已经死了，
你家是遭到警察再到王府，因为女儿无分，要不是去把本外如天。好好好，待会继续找来。懂得我们要到啥地方去找哟？是呀，我女儿在孤山孤洞被妖精所害，如今是为罪归亡，不妨带我到这地方去去快报女儿。出入取你一条生命，你不应该亡，因为你将痛苦都是养我生命。你这个真是假的！哎呀，阿爹，阿爹，你听我讲，听我讲，昨天我把你买了那个，我是王府里向的人，只怕这个妖魔也要出动，我说叫啥开门条，我要今早是来救你的。是，莫非你今天前来得救于我？对个，对个。哎呦，阿弟啊，我讲今早子啊，我俩交关辛苦在，到石块之上熟悉片刻。既然如此，想也是开中交开，不妨先去找点水来。哦，你要吃水是吧？是。来来来来来。哎，这里不是有山水吗？所以金山水给我阴上之口，你死光我无情，今天我就要追你。用石块将我活活冻死，很快就是我尸横复生。你是自闭，不知疼痒。不错，皇恩既是要害我性命，不妨陪我们到开封都行去斩草。一八天，儿子到来，母亲下班，孩子们来。
我只是要吧，一路不是杀父，甚至不杀，而是都抢。你妖奴进城，从东王外外不带门客，九子娘娘快点二层。请奉茶，再困住，老冤。
礼部亲身上京观考，一同奉上龙冠，总算得中阳光进士。文王府民心神庭院书生，抵挡官司，为生不平，当时早有他。当下重罪，虽无挂冠特道，在相国府小女恩师王玉人，他为我上殿夺本，在师母免去死罪，不是弄定，由来为断他与功，万岁记心。封我为龙都国大元帅之臣，文王之年身受开封，始终本官虽生以来，虽得江山踏平，子民贫穷，身受开封，好不叫我愤怒圣大爷。结果命运既存此事，就早早用得吧。余言顺哪一结果来了了，来呀！大华生生了小将军，一打清早起来接顾明月，开弓还是长弓？大神爷一张，是一张，正常嘞。你到朝子上面讲对理，老夫为你伸冤，谁搬举杀手，难免老夫龙的负担。
为下民分赏你，是因王爷所赐。下马谁你上来谁忙大家要上靠性命，身后三日居场一命，一路娘生相好接受你，小朋友想求自样两配不在不同要紧是真痛配，我居中自一定要你迎进王爷啊，马门登梯我与王爷府中喜鹊早起，下菜途中我要用手配酱油，我们炖四方大菜为五岁人啊，既说因福月嘛，老夫增加你的重温，此次得老夫下群铁骨，明王恩爱到黑风，你的父命啊三夫教冤，多谢他生朝论八戒生他死，给老夫下群体骨，宋王府马夫不得一无大人，请坐，后来坐。包大人，你曾居上梁，一路之上可真平安？可劝我马子哥一起观看。哪里哪里，包大人本得意，劝我马。如今我为君上，如果不想大内得财，虽为此阳光一醉，我将能如马言，辜负平常一下。我要是吹了到大人了，理所当然，造福还得知。这大事三月小事给他给姑娘们挡下去，挡下去穷木马请请
穷无马骑，请。咱们子娃口口声声与人亲，来教育，为什么朝东关这么不走长子呀？穷无马，难得你孤负英姿，自该是七岁大事，身为小事，不关他的事。来，你我迎接儿，来得到哪里去了？七句三不老是天，天天哭泣。三论大事，七句小事，一怒之间，万事随长子了吧？难得穷我吧，为官请子，这里老父母虽道苦水，死道苦生，只可惜有一道一在，不到王亲国戚的脸上。老夫官卑职小，只怕学贼不迟。哎嘿，遇到是老犯法，一命同存。好一个王之犯法，一命同存。有道是，一心两忘君，也难忘这子金玉贵也。既然如此，穷我吧，请娘为。好吧，老夫还心下之意。是。九龙之剑。哦。御剑孙乃愿意长威真的嘞家中请生死啊穷无马至于两命从文正上五不娘穷无马咋可报答人滚滚不要想去方便是老夫滚下自己两命与冤，我岂能生生不归？既然是此，你我两人连一个同差同困，二个同差同困，被老夫插上困难。徐长生长上三月三哥穷无马报恩不本于他一介兄弟相称只为那一阵孤身孤独腰不出也失去种子无为得罪穷子一命好一日报恩报恩为子谋命等死将无一死我是心体大悲一丈夫一丈夫一丈夫
雄武吧，王恩三弟，报告说方才得了上文，你可曾听明？方才在这府上包月了这杯美酒，王爷的头非我用，我还尚未听到。你没听到都一模话，我叫你不用心脏，不用心脏，你偏偏要心，使劲啊！一锅两锅锅到你的头上来了你，我没搞到我的头上来了。向后三不给苦活，向不动七十丈，阿高我何来？他上不过你开空王娘，下不过你通天四杀，他过的是你忘恩负义，冒名顶替，强夫人，请他死无对罪，正是在洞房之上，不要问他个神正我罪。哎呀，我尊长杀神哟，长杀神哟，长老。哎呀起来，先去你来，哪一位是杀子王恩？太多困难，不要怕，胜了。我们身上都是那东西，是这个恶臣。下当听声，是。令马不要死，只管逃飞于我，不管高一来不强。我和你立台，去不得远。
雄武马报大人，王姑爷在，小王爷在，王爷。高王爷，农夫在自家高王府里向，今朝帮我老王爷开封府里向，侬为啥个事起来都帮我打得稀巴烂塞的啊？哎呀，小曲子了，可恨包黑的胆量不小，他将穷五毛请到开封，资金一贵，相国的包黑的，不问青红皂白，要劝劝他，过会来到开封。往天生做主哦，侬可生气生气，让我去问问那个老大爷再讲。老大爷，搿个明星侬来的，侬为啥不高王爷女婿那个，无缘无故的找到搿里向，搿个事体有没有啊？哦，一小心噻，好的嘞。你真会造，你最穷无嘛，非是长沙石油。他们是自命德行，名叫王恩。哦，晓得晓得，俺们老板爷还带来了搞车的。哎呀，搞完了，咱们俺老板爷的耳朵都弄个两两个人的耳朵了。老板爷吃，咱们日子了，那吃不要吃，拿不要拿，这种都要来我生意的啊。
那是小钱财作主，这老板爷是指哪呢？有小钱财作主。好了，那么今朝子再从平安王升一堂。好，九龙四将，在爱孙哪。出生王恩公上堂来，是龙门先送宝，是有罪名啊，小先生啊，这就是杀不杀的王恩。好，我就是王恩。小先生，我不是王恩，我叫谁？能叫谁呀？哦哟，侬不是王英叫谁呀？好了，老板爷，他们谁来了？你叫你报上来，再点证点证。哎呀，哎，全场杀谁上岗？全场谁上岗？出击包长生，起来。西方生，这里就是长沙谁哟？哦，这里就是长沙谁哟？侬就是长沙谁哟？真是。哦，看看侬个名字是老实强啊！哦，长寿神药都开起来，肯定是侬这个。搿侬是长寿神药，我是真正的长寿老爷。长寿神药买两个的，买三个是吃，哪个的事情？几个高工资了，买两个你自家高兴噻。大家报他声王爷啊！下个就是长寿神药。是一枚这两种子一条心里黑的是王英堂毛门登起喜鹊走起万要用所费加入我们登死高兴的言无此事他乃是王英我乃是真正的长沙水我是王英我是谁呀我是王英你是王英我是王英我是王英大家要吃了搞了清桑子咱们好了老板一有自己嗯每次叫我往安内内拧拧看哪个刀子是不是哪个人哟好吧哎呀我先出行雄子到来有请雄子来一个宝大人是吗女儿王兄王妹弟子大人怎么来自贡吧好事好的两妹怎么弄么办啊我妈绝世子怎么哪个是两个人是哪个是长寿谁哟我来了共同的向侬自家认认看王妹知道王兄清少哦好的兄弟你是谁我是长沙人原来是阴公那不必要进入正古洞在古洞之内讲故什么讲故什么哦你这个警察也过话语令外语我那可就晓得了穷子你是谁不许是长寿谁哟哦你也是进入的阴空那你在洞中把进入的死于帅哭什么小子曾经同父相聚于你小子你年许众生快在我警察一步那来一名想想
这种子娘娘死了了，死好一张，我也在你死好一张，最后你不付出阴公之母之后穷四娘娘白过了天地一门夫妻呀，啊，包大人，这一切与你做主了。哦，干嘛？你本是一个读书之人，想不到此此横行，竟是忘恩于义。也不要自己兄弟冒名顶替君王府中作息，今日的大同之上欺凌贵妃，来呀！哎，孟祥君不杀我子。我们青红扫把今晚来到开封，要同尊龙叶先生在大闹开封府。好，我一定让你免费住。好，奶奶个叫，奶奶个叫。老大爷，这东西啊，真打哇的，两两过的。那么俺不好把广王爷的，把自家那个王爷不好的掩护。那么看在侬我的面上，大家二自家人二他们晓得。就是小青子，小青子，我今朝把俺老朋友跟你想是别个道理么？是的啊，去，包大人，这块都害我一时鲁莽，冲撞于你，望包大人原谅。你走之初开，我不走出的。还欠小气的三个文章受理，多谢包大人。好嘞好嘞，那么我今日就是上来，底下人啊没讲过了，把那个吃完老子的八张八股没动啊，给老子整个人没有被人心八动，对吧？你要小气的做主。好了，那么公道给你死的，我还不给你们听得到，别吃龙王发招。